The nature and the industry is here. Forestry, mining, for example, are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go hand in hand with the peaceful harmony in this area. 我叫李红，来自中国。我现在在拉普兰大学设计系就读博士，今年刚好是第二年了。我的专业是服务设计。我感觉拉普兰大学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大学，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就坐落在北极圈上，所以你只要够幸运的话，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北极光。同时呢，它也是一所很国际化的大学，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这里交换学习。拉普兰大学有很好的学习氛围，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师生之间的距离很近，老师们会给你足够的学习指导，同时它也给你一个很国际化的平台，让你有机会去接触很多不同的项目。拉普兰这个地方虽然很冷，但是这里的人们却非常温暖。我之前看到一份世界幸福指数报告说，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我觉得我需要给这个报告点个赞，因为确实，生活在这里的感觉就很幸福。我所谓的这种幸福，可能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幸福，是那种无所欲、无所求的感觉。我叫刘峰，我是哈维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11岁的时候，随着父母来到芬兰拉普兰地区。当时来芬兰的时候，拉普兰地区的旅游业就很火了。最近几年，中国市场开发了以后，就越来越火。去年我们决定回芬兰投资旅游业，就选择了酒店这个行业。哈维是一个精品酒店，它的主题是来自于芬兰拉普兰地区的大自然。我们想通过哈维酒店给消费者传达什么是真正的拉普兰地区的大自然风光。这里不仅有冰雪、北极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酒店的13个主题就覆盖了这些大自然的特色。在中国住了10年以后，芬兰的大自然对我的意义很大，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我从中国来，我在芬兰已经生活了17年。最早呢，我是位于图尔库的芬兰奥博科技大学的第一届国际留学生，我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专业，从此呢就一脚踏入了生物经济这样的一个科研圈子。此后在职业的选择和事业的发展上，我也受到了非常多的本地文化和本地理念的影响。那么在经过数年的科研生涯之后，我转到了商务咨询、工业生产以及现在的这个跟投资更加相关的行业中来。这里地广人稀，从表面上看呢非常安静，可是当你真的来了解这个地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它的工业基础也非常的扎实。此外，在教育、在科研以及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完善的要素、充沛的资源以及非常优秀的基础设施。We in Lapland are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long history and rich traditions. We see lots of potential,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bioeconomy, clean tech,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the Chinese counterparts. Lapland is a place where your dreams come true.
We are rich in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our local warm-hearted people are really welcoming you to Lapland.